我听说靳站长很难搞，所以我来碰碰钉子，拿下他是我在这里的目标。你要拿下靳时川，靳站。你好。姐，他明摆着是把我们当空气，根本没人愿意搭理咱们。擒贼先擒王，攻下领头的，剩下的就都服了。 抓鸡不救人，那我认识一身毛，他服了。